不知道这几年妍妍在英国过得好不好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欧阳阳。哦，青恩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搬家了吗？请问谁是夏青恩？我就是。你说有事情找我，就为了跟我吵架。我想跟你商量怎么帮庆旭。青恩啊，人不错，他之所以这么努力认真赚钱啊，就是要让他弟弟啊上大学考博士啊。光看你这反应啊，我就知道你根本没谈过恋爱。要不是因为我的腿脚，人家早就嫁入豪门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，他是不会这样。欢迎光临。